影片即将开始哦，拜托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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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啦！欢迎收看啊，我狼人杀，欢迎第一对周刊情侣豆豆跟黄宏轩，欢迎第二对新婚夫妻果果跟范家。欢迎第三对异国恋，我们徐新阳跟 Soa。Oh my！ 好的，欢迎最后一对，两位英文都非常好，欢迎 Albert 跟陈芳宇。Oh my！Welcome！Welcome！Welcome！今天的局比较特别，就是大家有种兔胚兔胚凑在一起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有一些已经这样了啦，但有一些我们就是聊看看，有一些是有拿以上恋人为嘛，对对对，我们一对对聊，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一起玩狼人杀，不知道会不会互相勾心斗角什么感觉？没错没错，我们来彼此了解一下，来 Kimberly 跟 Albert 是 Albert， 哎。是，他是第一次上节目跟你这样玩游戏吗？好像是我第一次来，其实他当观众。那 Albert， 那 Kimberly 的战力是很高，很高，很高，很有天分，天赋型的选手。你说我很会骗人的。对，那他如果是当狼的话，表情会有什么样的？哇，因为我们上一次玩有点久了，有点忘记了。我记得上一次我还蛮生气。对，他很生气。怎么了？他是一只狼，然后很生气。没有啦，因为他一直讲一些针对我的话，然后来你，我觉得不能这样。OK， 所以你们看得出彼此谁是狼吗？对啊。他好像看得出来，然后我不想要承认他看得出来，所以我很气，我有点恼羞。哦，恼羞。对，我应该是有点恼羞。你看不出他吗？没有没有，他看得出来我是狼，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什么？你就是好人。我是好人。对，然后他就一直怀疑。那如果 Albert 拿狼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如果他今天拿狼的话，整个状态。I don't know。他真的很会骗。他很会骗。他那个脸看起来很乖，很善良。Oh my！ 啊，玩游戏。干嘛讲英文？讲英文。试试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 Oh my God 异国恋曲，我刚刚这一对应该是今天最会玩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厉害，因为他们单独来 solo 都已经很厉害了，凑在一起。因为我们两个好胜心都蛮强的，所以我们俩一起的时候，其实火花蛮激烈。你说晚上的时候吗？没有，玩游戏，生气过。那你们玩游戏有玩到生气过吗？有。最大的一次生气，玩到生气过，玩到发飙。谁气谁？我们两个互相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是什么情况？反正常常我是讲不讲？不要。那你们那次吵最凶，吵到什么程度？也还好啊，就是我们都是当下，但是结束后就游戏啊，对，游戏，因为这样才会好玩。会吵到分手那种？嗯，不会，现在不会，太严重。OK OK， 所以就床头吵，床尾和这样子嘛。是的。但我真的觉得他玩狼人杀真的蛮厉害的。你们看得出彼此拿狼的样子吗？我看得出来他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不出来哈，他真的，我是觉得他蛮厉害。我看得出来。那苏雅，你先讲一下徐向当狼会什么感觉？对，什么反应？我不讲。什么？我不讲。他不讲，这样比较游戏比较公平。他想要自己收藏那个小兔子，我们都看不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很搞笑。搞笑一下，因为苏雅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太会骗人。然后我看他骗的时候，我觉得骗的太搞笑了。OK。我们要来 follow 一下 ，OK。那现在我左边、右边这一对新婚夫妻，先恭喜啦，先恭喜。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？结婚这条路，没有，就是在一起的日子也蛮长的，然后觉得彼此也蛮契合，然后又。你们交往多久啊？对啊，你很早就知道啊。多久？多久？我帮你们藏瞒隐瞒了好久。多久？多久？两年半。好短，好不好？他们两个没有。哦，你们多久？我不知道多久。我们吗？对对，三年左右。好短，那新娘呢？他们很长，我们也很短。你多久？我们也蛮短，大概两三个月。对。讲真啦，讲真啦。真的，你们我觉得差不多啊，两年差不多啊，是哦，哇，那你们看得出彼此骗人的时候吗？我其实看不太出来他，因为他是长得一副无害的样子，就是怎么骗我都信。放闪！哎呀，一闪怎么骗得信？那果果看得出范江吗？我这无时无刻都觉得他是狼，所以我很容易预言家，我就会先查他。太难了，等下先查他。你们玩游戏有走心过吗？
我是没有，好像不会走心，但是那个因为他比较常玩，然后他结束的时候都会跟我说，就是跟我说，哎，你不能那样玩，那样看起来很像那种新手玩家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一开始他一开始会贴脸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不会玩，我就只能说走心流。对，然后他还会说我一开始玩的时候，大家都对发誓我真的是什么，我后来就会说你，我以前不会玩啊，然后我就会说我真的是好，但我真的是好人。感觉国国讲话都很真诚，对他们真的很泛闪的，泛闪，我没撞到吗？他那是在装没事，他说我就觉得他是狼，我还有这样，你永远都讲不出这个台词，好不好？国国说我真的是好人，是很放闪呐。好了，等下放什么就先杀哦。好了，这个交给你了。OK， 最后一个，因为最近也是闹得沸沸扬扬，我们中看的情侣。两位要不要讲一下被拍到的心情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当花童了。对啊，我们是陪赛的啦。对，陪赛陪跑。对对。那我们今天放闪到这边，有没有想说啊，就算了，直接交往算了？对啊，直接大公开。没有。怎么样？私下算蛮常玩狼人杀的，你们看得出彼此当狼的 paper 吗？没有，我就不会玩呢、啊。我是他很厉害啊，我是一个废物。你现在很不自然，你们两个好僵啊！我没有跟他玩过狼人杀，屁嘞！台面上有啦，台面上有几次啊？对，你们可以看他彼此吗？对，你们一直在看空洞的地方，在特别地方。而且我觉得今天透过狼人杀来看能不能升温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一定会很有趣。那我们今天玩的是魔术师局，魔术师他就是可以换在场两位玩家晚上的身份，只要他们发生什么事都是交换的，换过了号码再也不能再换喽。然后今天的神有魔术师、女巫跟预言家三神四名，狼队的话有一只狼王、两只小狼，狼王在自己发言阶段才可以自爆，也可以自刀，女巫全程不自救哦。好的 ，OK， 来我们的好朋友。有绝开始，请确认角色身份。身份。好的，等一下要拿面具哦。对对，抽屉有面具。抽屉有面具，记得白天要收回去。怎么还不行？你们有在看彼此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们都一直互看，好无聊、哦。有。那我们要互看。魔术师，请睁眼，选择你要交换的号码。魔术师，请闭眼。狼人现身，请睁眼。狼人确认彼此身份。狼人，请杀人。顺序，七号开始发言。一查杀，为什么验这样一呢？因为一是我觉得在场，最会骗，所以我刚刚直接往一号那边去查，然后看后面可能会狼王想要救这张一号，
除非一号是那狼王，你自己直接自爆带我。那我希望魔术师认到我这张一号牌，因为我还可以再多查一晚。我也蛮希望八号认到我，因为你蛮会看我，所以我相信你应该感受得到我的真情。那一号查杀牌是这样，我下一晚的话，想一下要查谁，这样子魔术师不要去换到我那张牌。下一晚，往六吧，因为常一跟六号也会连线，先一后六，然后六号是归票位。因为，七号发一号查杀，一号确实很讶异，但是，我命牌的时候，二号跟四号比较凝重，因为二号马上是闭眼，他没有去认真，想要命牌，然后一号也很会玩，七号也是，在我的逻辑，我觉得他没有必要，填自卫票，闭眼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骗我，如果你骗我，我往上把你毒死。我这样子大家懂我的立场吗？我不用公布我的身份，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身份。好，我相信七号，因为他是我的金水。阴水对阴水，所以目前是魔术师，拜托不要跳出来。好，九号位发言。那我觉得现在还蛮明显的，因为我本来也蛮站七号位这边。那八号位刚刚提供的资讯的话，我就暂且相信。那也要看后面的发言。那如果以敏牌来讲的话，刚刚我往我左边十号位这边看，我觉得他眼神给我的感觉有一点点比较偏向做坏事的感觉，但是不鸟。我刚刚也有看了一下我右边的八号位，我觉得他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，然后他还转过来看一下我的眼神，然后我们有发现，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是好人。然后刚刚六号位有点附和五号位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哦，怎么大家都没有在看眼神？那我不知道是因为拿到狼的时候会紧张一点点，然后突然间也补一句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会再暂且看他的发言过，因为我认识他，然后他话其实很少。那刚刚你要突然来攻击我，我觉得我才觉得你是坏人，因为我真的是好人。Look at your face. Oh my God! Look at your face. You're lying. Oh yeah, you swear. Bullshit. 没有什么好说。谢谢。我在想谁是魔术师啊？因为女巫现在跳了，我觉得很优势啊。反正预言家女巫都出来了。我觉得九不像，十是因为他的卦象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东西。那就自爆。一号淘汰，请去淘汰区。天黑请闭眼。魔术师，请睁眼，选择你要交换的号码。
女巫请睁眼。你要说不要吗？你要读谁呢？女巫请闭眼。预言家请睁眼。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。预言家请闭眼。天亮请睁眼。昨晚二号八号被杀死死者请至太区。我是一直是玩魔术师局的时候，一直觉得是魔术师一定要藏好，然后但是女巫刚刚真的有一点太早跳了，所以就是很容易现在我们好人的有一点劣势这样，所以以逻辑来说的话，应该是他被毒掉，然后他被狼杀嘛，但是我不知道魔术师有没有换到，可是魔术师也不能跳出来，不然这样三个绳子都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是一个好人，然后我刚才前面听下来，我应该等一下会注重就是看七号是查谁。那我现在自己比较怀疑的是十号，因为刚刚他的发言其实没有针对别的东西，就是只有针对九号。那九号小踩他，所以他就只有回应九号，但没有太多的资讯。但其实前面已经有两个绳子出来了，感觉应该可以做一些帮好人做事。对，就是我如果目前听不到，还没听到七号预言家发言的话，我是比较怀疑十号。同样，我也的确是觉得女巫跳出来实在是太冲了，就是好人现在实在是太劣势了。然后我先讲，我抿牌的时候只是看到一号跟十号，表情特别严重，一号十号，所以再加上他们刚刚之间的互动，我也是觉得比较觉得十号比较可疑一点。然后三号刚刚的发言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虽然他怎么发言我都觉得蛮好的，但他刚刚的发言的确是没有任何毛病，然后观点也跟我蛮一致的。对，所以我目前也是比较怀疑十号，但关键是五号六号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发言嘛，先听他们讲什么，然后我蛮期待那个七号真玉的查验。我觉得三四那个放闪真的是够了。我觉得四号很像狼哎，因为你的发言跟三号几乎一模一样，他才一跟十。可是我觉得，我刚刚觉得十号蛮好，因为十号刚刚那一波反问很像这种，你知道情侣们生气，买。我觉得十号那个反馈有一点觉得我被误会了，你在踩什么踩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十号。我如果他是狼，我可能要放后面一点，因为反正徐新阳刚刚说要查六号嘛，然后他刚刚有个 yes， 所以我觉得六号可能就是狼，因为他可能 yes 还活着。那我觉得，因为刚刚他特别叫魔术师不要换六嘛，那女巫死了，读了二，那他就是会，这六是准确的答案。那我觉得如果六如果是狼，那另外一只，除非二读对，那另外一只我觉得可能就剩四了耶，因为我觉得九十好像。都还 OK， 如果他今天是好人，那就是四九可能双，因为我觉得三蛮好的。然后那如果六是坏人，那有可能就剩四。我觉得我还是要跳哎，我是魔术师，然后我换了八跟二，开玩笑的，我狼王是八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照到表情，我自己看不太出来啦。我带七。六号、七号淘汰，请去淘汰区。天黑请闭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魔术师，请睁眼。选择你要召唤的号码。魔术师请闭眼，狼人现身请睁眼，狼人请杀人，
天亮请睁眼。昨晚四号被杀死，青春情绪爱情，游戏结束，睁眼有人破碎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他杀我吗？对，他杀你。哎，对，我应该对了。因为外出会打，我应该在外出位，对，你要在外出位。我一定要在外出位。因为想说你赶快杀我。看出来了，厉害厉害。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怕他自刀。对啊，我想他自刀的。可是我觉得狼应该没不敢啦。那 Kimberly 刚刚有走心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我好像第一轮很容易。被觉得我是狼人，因为我比较没有表情。只有他踩你，我们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他就攻击，我觉得。没有，他讲小声一说，一直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这样。搂着，搂着，没事啦，误会，误会。开玩笑，没事没事。那你要不要讲几句话？没有，对你刚刚讲的话吗？没有啊，我被毒掉之后，我想好险，就是我。因为你第一个闭眼。对。然后我想说，他自爆了，是不是因为他在保护他的后面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。你毒掉我的时候，我想说我好险，因为我一睁眼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。来毒掉你，你可以去后面约会啊。教我说应该要怎么做。OK， 好了，票选 MVP 五票当选，不跟票不补票，三二一，好了，恭喜小乐，厉害了，好感人。想看更多赛后讨论，请记得订阅娱乐百分百的官方 YouTube。奥朗赛，下次见。那小乐，你是换我吗？上一轮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想要给他赌啊，应该赌一赌，应该。你要查六，我想说我就换你，而且我以为你多报个查验。我以为你会让我报，但你有可能查，但都可能没查。因为你，我觉得他赌的话比较他验你啊，因为他第二天也听不出，你可以报六，因为我也怀疑六，所以我觉得他说赌个心态，如果你换女巫的话也 OK， 哦，蛮多操作的。对啊，我也是，好厉害，对，很厉害。我不知道女巫要换谁啊？对啊，是，对，我不知道谁啊，我不知道谁啊，好像都差不多。如果我先报，我一定带女巫走啊。完全不知道这场那个。我也被赌啊！谢谢，大家和好。第二天等于大家一定会票你这样子，90都是名哦，我跟90互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你那边没有。